找我家。小心出。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嘉哥梦嘉，欢迎收看嘉哥 vlog。今天呢，嘉哥赶了个早班机到了长沙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过来准备双十一的表演，有一点点的特别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一次双十一的表演有一个个人舞台1分半的时间，这首歌呢是准备要唱我的新歌，哈哈哈哈哈！这首歌叫《东方》，筹备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不知道这一次的舞台大家是否会喜欢。 希望你们能喜欢吧，我是觉得是应该是一个惊喜。嘉哥要出歌了，而且还是唱跳的那种，期待一下哈！记得欢喜一下，欢喜一下，喜欢一下。一会儿我去做个核酸，然后休息一会儿，我就去练习了。我们一会儿练习事件吧，好不好？容许嘉哥有一个稍微休息缓一缓的时间。他需要一个特写啊。嗯。 征程去流浪，告别父母家乡，去捍卫生和无恙。白山黑雪孤城墙，仰望星辰走上战场，剑出鞘杀气浩荡，烈火燃烧填满胸膛。世界纷乱我独闯，不枉人间走一趟，千难万险无人抵挡，外红妆爱无状，飞沙走石饮尽风霜，阵阵傲骨女儿郎，唯有澎湃伴我身旁，数今朝看我东方。 有点看起来有点奇怪，但是没有刚刚那么快了。好好的调整一下，你们这样坐正了吗？ 我的头发现在已经是爆炸头。今天在双十一上面呢，给了你们一个很大的惊喜。但是其实学舞的时间很短，我觉得我没有表现到我自己满意的那个程度。但是学了那么几个小时，然后能有一个没有错的舞台，我已经很欣慰了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喜欢《东方》这首歌？然后 MV 可能会稍微迟一些才跟你们见面。那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嘉哥的新歌。 而且真的，对于歌手来说，歌和舞台就是我们的命。嘉哥会争取更多的舞台，然后给大家表现。首先，在我房间的所有人，为了今天我们东方首秀舞台的成功，一起鼓个掌吧！真不错，真不错。我也自己开始期待，接下来一系列的我的一些大动作。咱就是说，家人们，咱就是说，我就会有一系列的大动作，非常的 surprise 的那种。希望你们可以整个爱住。好了，这一次嘉哥的 vlog 就有一个完美的结尾了，拜拜了各位，谢谢收看嘉哥 vlog， 拜了您，看我东方。咦，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晃了你一下。